们新娘子手上的花球啊。我们的这个花球呢，在婚姻上呢，有一个非常很好的意思，就是说很吉祥的物品。然后谁得到这个新娘子的花球呢，一定会在情场里面大丰收，然后继续的步入我们这个婚姻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现场的朋友有谁是在恋爱中还没有结婚的，然后差不多要结婚的，或者是有男女朋友的，都可以站出来那个红地毯的位置。还有或者是单身的啊，想找到另外一半的朋友都可以站出来，我们排一排，赶快哦，抢到最好的位置啊。这个花球是谁都很想一抢到的东西啊，赶快把好的位置抢到哈。啊，我站在一排，哎呦，这些都是单身的吗？都是帅哥美女哎，哎，那代表我们还有谁还没有站呢？哇，一定非常的幸运啦哈，在情场里面一定大丰收啦，单身的朋友就会找到你的另外一半啦。那如果还在相恋的朋友呢，马上就可以结婚啦。好，我们的新娘子准备好啦 ，OK， 五、四。